考你们的脑洞，跟我一起。你们记得上次啊，倩倩、许许，我有给你们玩过一个游戏，是讲看那个图片，然后你们猜到那个图片是什么吗？我记得了。对。但是今天呢，猜输了的那个人呢，有好吃的接力。输了人有好吃的接力。对呀。我故意输。你要故意输 ，OK？ 我就输 ，OK？ 我展示那个接力给你们看，要吗？啊？好啊。你们戴眼镜先。输了的那个人就是可以吃这一个。哦，我不想输，要不然你。你最想输是？提的呢是会有奖励。我找的东西全部都是在家里面有的 ，OK？ 我来放题目喽。来吧，闪着，快点看清楚，这些要讲出来呀。OK， 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吃。啊，没有。我看谁第一个吃雪梨。没有关系，我吃就是吃雪梨，我吃就是因为这个。那就我了。还好，那我不是很担心。我摸到的头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。花花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安静波还没有好，但是要换到不对呀、啊。换到类似就好了。水龙头。水龙头。我看到妹妹是什么答案？哪一个？哦，妹妹的画的还不错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是快快画的，那时候只剩下三四秒。妹妹这个。它就像雨伞的。这个。是什么？这个。是什么锅？哎，你平常从哪拿个锅、啊？哦，锅有水啦，他拿去洗了啊。啊，然后还有个横的黑色的。哦，有了呀。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我取名叫纳豆力菜。什么来的？它啊？火车？家里里面有火车。厉害！我开答案啊。肯定是水龙头。你看那个。有一点像水，有水吗？哦，不是，只是你放大而已。对呀、啊。一开始我觉得是车嘛，然后我越看，然后我还记得我家画呀，每天都看到这种东西。那开始吗？我还以为是闹钟，结果我仔细看起来，哎，怎么没有数字啊？好吗 ？OK， 一。肯定是水龙头。水龙头。水龙头。Faucet。耶。有两个人错了，我不要，我要黏剔痛，我也怕疼的，我不敢吃，啊，你，吃掉，不可以说不吃。浪费时间的超人，快点一口气吃完。一，你觉得？啊，吃一小口可以啊，吃一小口。大猩猩讲吃了这么多，来看看，真的好吃吗？要才整个放进去要吃的。怎么？还好，还好，这个吃完整个哈，反而更甜。吃完，不会啊！我看有没有。我们要勇敢向前，加油向前，勇敢向前，是我。心动不变的心。哇，原来是菜哦。哇！哇，他吃掉菜了哦！顶哇！看他的脸，哇！哇！不给吃掉，不给吃掉！有了，要给我，给个掌声他！耶耶耶耶！觉得好吃吗？不好吃。
试试。OK。啥？啥？好像有点，一看就懂。这是啥？那票不是只有一？虚拟画好了没？好了。但是我还是想看，看现在有什么特征。妹妹，人家胸有珍珠哦。我不是胸有珍珠。到底是什么？妹妹可以睡觉了，放学。第二句也太难了。是哦，难，很容易，一看就懂了。妈妈真的是你们看清楚，你们眼瞎吗？那就不好玩。谁？弟弟的答案是什么？楼梯，只是感觉不够时间，所以这些就不剪掉了。哦，楼梯，你认为是楼梯？我也是楼梯。哦。OK， 杨欣欣，我想说，我输定了，我就是画这个。什么来的？李平汤那个小妹妹，那个按那个输定。输定。哦，你讲那个丁输定。夹夹那个。丁输机哈。嗯。OK。不是，现在。也有了呀。他要吃。你画什么鬼？手指。手指。手指。手指手指手指。他们揭晓答案。你们观众们有猜到吗？没有，有个猴子。指甲剪 clippers。耶！你耶什么？你耶什么？这是指甲剪。这是指甲剪。你刚刚是剪。就是。你们全部都答错。清唱。我先吃，我先吃，我先吃，我先吃。我先吃，我先吃。这到底是啥操作？都把我给整懵了。Destiny 先，找个小块的。哎，刚刚讲一块嘞。这也太多菜了哦，这边没有菜。OK， 那你选一块。哎，为什么是你刚刚讲大声讲一块？我感受到了害怕的力量。害怕，我想吃。今天只能讲完。真的好糗，快点！他的口水，他的口水很恶心。我可以先等一下。考试到感动到哭了，感动个屁呀！妈咪，等一下，我去拿。我早知道不要放水呀，要不然刚刚还很大声讲嘘嘘。要吐了，又吐了。到了。刚才去洗碗，刚才我在洗碗台那边吃了，结果差点要 red 出来。没很 red 对吧？你还这么厉害，叫打酱大搞，差点要吃到我。但是我还是吞掉了。嗯，我感觉厉害。这太少了吧？有猜的，有。羊吃吧，勇敢牛牛。你要靠水。我们都是靠水。哇，厉害。OK， 就这样子啦。我们不要一个题目吃一次啦 ，OK？ 就我们到最后谁输最多题的，就那个人吃。愿意，愿意。我很有信心。是有人要你有信心哇！要，那我们下一题呀、啊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什么来的？你跟我讲。圆圆的。圆圆是什么？讲。三弟。OK 了。OK， 杨晴晴是什么？棉花棒。棉花棒，你嘞？我就是鸡蛋。一粒粒排美美的鸡蛋。嗯，这个不是排美美的，不好意思。你嘞？棉花棒。鸡蛋有这样子的没？没有啊，很小粒。那你有鸡蛋这样子？你看我还给你们 tips 了，这边还有一只一只的东西嘞，看。没有看也没有用了，看。答案是什么？棉花棒。棉花棒 ，cotton swab。棉花棒。不要玩了，我不看你们了。没有，还没有吃。
看到没？你又紧张，很紧张。好明显，好明显，很明显，我就是这样，小明。这个马场，来呀，终于爆发他的潜能了。明显是什么？而且如果你们知道也不可以讲，一点都不像马真的。妹，你先。好，妈咪。OK， 你们四个给我讲是什么就对了。我一开始觉得是碗的吗？啊，我也是。那个果果讲马桶。啊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是果果讲起来是那个讲。没呀。然后啊，我又看看，好像真的是马桶盖。你们原本以为是碗。感谢感谢大伙大们。我又看一遍。越看越像，越像碗。越像碗了又，那去吃饭啦。不要碗了，我们马桶，马桶 toilet。对，我就讲你会对一题啊 ，OK。来，快下一题啊。我大概知道了。不要讲任何东西啊。来呀。思路不是很正常，怎么下一题就变成菜狗了呢？菜狗？什么菜狗？吹风筒。OK， 什么？哪一个有帅哥的样子呗？黑色的帅哥。黑帅哥是长成这样了呗？来，看你公布答案。你公布答案。吹风筒 ，hair dryer。吹风筒。吹风筒，你不是帅哥。你很刺激。这不是书包的。你们每次都用都不懂。OK， 下一题。还要去找家里有什么是这样子的？有一个傻傻。是这样的。藏东西啊，哪里？Rudy 在这里。哦，很随便的。Rudy， 好。我的是时钟，因为我看到三和四。哇，是咩？等一下，我们看。你看，三是闹钟哦。啊，你的是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是闹钟。你看，没有，你懂为什么吗？你懂为什么吗？它这边有点支付箱。不是鸡蛋啊，是闹钟啊。有人呀？数字。啊？数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天，我们电脑要关机。关机啊。OK。你看，应该早上那里的闹钟有写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是闹钟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题目，答案是什么？闹钟。OK。闹钟。答案是。闹钟。有人？不是。时钟。clock。哇，妹妹眼力不错哦。还有我。OK。其实这个可以闹钟或者时钟，因为它都是一个钟来的。很想快点结束，还是不要结束？想快结束，因为我等着奖品。我要等着奖品。我是 OK。好。这什么很萌嘞？你们不要以为是他刚入村就一直讲很萌很萌。不重要不重要。嗯，快点。小魂完了。哎，来，丁丁有话要跟你们讲。刚刚你讲什么？如果我输了，就吃一整盘。OK， 你讲啦。我也反悔。对吗？对。Yes， 我们看一下它是窗帘，窗帘，来给我看窗帘，窗帘的上面那边，窗帘，你讲窗帘，妹妹呢？书本，我完全没有觉得像书本，还要很不好意思的讲窗帘了，变成小声了，本来可能是心想我的答案要讲很大声，我一听了你答案就讲书本，学你嘞，走。早啊！人，人这个副业啊，我不想听啊，我担心。你们看窗帘上面，不是一样吗？哦，好恐怖！你的那把刀插进你的心里了。你要吃？
急的答案插进你的心里。答案是什么？我们也还不懂啊。擦玻璃。Destiny 的也未必会对啊。我觉得肯定对。讲娃娃说的是有信心的小孩。是我像我们上面吗？像吗？像我们上面吗？你有点像。OK。那会讲我。我是。来，我要揭晓答案了。根据小问答。根据我。感觉有点不像啊，都。感觉有点不像呀。是有信心的小孩。OK， 我决定了，我不要吃。到底是谁对是谁？我对，我对。我觉得是我。我觉得是我。Destiny 要准备吃。哦，不对，不是，我不可以吃，我没有讲，我在开个玩笑。开个玩笑。反悔了就。你跟观众朋友讲了哦。我们开个玩笑的。Yes， 窗帘。加油！哎，答对多少题？一题很不错了啦。拍拍手。所以最终结果只有一个人胜利是。人喽！我那时候我也是吃大口一点，然后就在那边的时候就把它忍出来，然后再吞回去。快点！不要再分食了。一大一面。吃完不是，我喝了口水很饱，因为我正在想着这个香菜的结果。你们看有人要吃多浓，我已经吃完了，它缩在一起。这是什么奖品？这今天的奖品是真正的接力，还有一份。我都没有吃过，是这个这样。抽抽乐来的，真的是抽抽乐来的吗？有看过吗？你们没有？我随便讲的，因为我听他讲抽抽乐。来，打打打，打开，抽抽乐，抽抽乐，没有，你骗我们啊！哦，没有，里面还有讲 surprise 给 Destiny， 给 Destiny， 是还有很多啊，还有一盒，对，那个我看到是不一样的，还有一盒，最后一盒了。应该是一样的，上下都一样，怎么一样的？原来是上下都是一样。等一下看，哇，没有开看看。哇，我也是没有吃过哎，这个开学。等我们可以吃一个吧。好吃吗？来。哇，我也要。外面很像糖果一样。我吃一个。那边你吃啊，下午。这个就跳啊，刚刚就哭啊，好像冰淇淋的感觉。是不是？今天的游戏好玩吗？好玩，因为有这个东西。挺不错的，挺不错。一个，喜欢的话，好不好？